民族情怀，两岸脉动。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二年七月八号，农历壬寅年六月初十。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美议员窜台叫嚣，让台湾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本网发表《两岸快评》：民进党当局的“美国瘾”最终只会害了台湾。第十四届海峡论坛将于七月十二号起在福建举办。 民进党救援涉嫌论文抄袭的新竹市市长小英男孩林志坚，种种奇葩言论令人傻眼。解放军一架歼十六战机昨进入台西南空域，台军此前称解放军军机已连续七天没有动作，非常罕见。遥遥思路情，两岸记者继续走进魅力新疆。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最近，民进党当局又亢奋了。综合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参议员斯科特七号至九号窜访台湾，八号上午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见面，并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对此，有岛内网友表示：“这次又要我们买什么？”请看详细报道。八号上午，蔡英文在与斯科特会面时，一连向美国和斯科特表达了多个感谢，称感谢斯科特长期支持台湾。 蔡英文还称，台湾会持续加强与美国合作，民主伙伴必须更加深化合作，并称台美之间的所谓互动让台美关系更坚实紧密。斯科特则称，此行希望能够听见台湾商界领袖就如何推进台美所谓贸易关系的相关看法。他还叫嚣，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起努力，让台湾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台外事主管部门七号发布的新闻稿指出，斯科特在台期间，除与蔡英文、苏贞昌会面外，还会与台行政主管机构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视讯会晤，将就所谓台美安全与经贸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台外事主管部门还提到，这是斯科特首次访台，并宣称此访将有助强化所谓台美关系。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张敦涵昨日则称，斯科特是今年第八位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称这充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张敦涵说，斯科特长期对台湾高度友好，并且数次与美国国会提出所谓“有台”议案。他还在今年五月间联署由参院外委会发起的联名函，欲请拜登政府将台湾地区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也曾两度联署支持台美洽签所谓贸易协议联名函等。此外，斯科特曾于今年四月拜访台当局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首位造访该代表处的美国国会议员。对于斯科特访问台湾，美国在台协会表示，斯科特此行为其在印太地区访问的其中一环。 斯科特将与台湾资深领袖就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与投资、全球供应链及其他重要议题交换意见。针对美官员窜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指出：“无利不起早。”美国政客窜访台湾，大谈什么捍卫民主，看来嘴上都是主义，背后全是生意。民进党当局吹嘘得到美国支持，纯属自欺欺人。 真正受苦的是台湾老百姓，一边自己的血汗钱被拿去进贡，一边被绑上台独的战车，驶向危险的深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曾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美国会一些议员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错误行为。” 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十分危险，民进党当局企图拉拢外部反华势力谋独挑衅，注定失败。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民进党当局的“美国瘾”最终只会害了台湾。文章指出，美国参议员斯科特高调窜访台湾，受到蔡英文、苏贞昌、吴钊燮等一众民进党高官高规格接待。 在民进党当局眼中，斯科特是所谓美国国会中的铁杆友台议员。他曾提出多个所谓友台议案，呼吁拜登政府将台湾地区纳入印太经济框架，也曾两度联署支持台美洽签贸,贸易协议联名函。今年四月，他还别出心裁，拜访台当局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力挺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近年来，美国国会相继通过所谓“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等一系列法案，鼓励美台加强所谓高层交流。在此推动下，美台高官和民意机构代表互访频繁。单单今年，算上斯科特，已经有三批次美国参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斯科特也成了今年第八位窜访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 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的所作所为，完全将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四不一无义承诺抛诸脑后。正如外长王毅所说，美国“四不一无义的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没有落地。拜登政府表面上承诺不支持台独，但背地里却挑唆民进党当局屡屡挑战中国底线。 我们也要奉劝民进党当局，对美国上瘾，最终只会害了台湾。以美谋独是绝路一条，祖国和平统一才是两岸正途。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七月七号表示，第十四届海峡论坛将于七月十二号起在福建举办，主会场设在厦门，十三号举办论坛大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请看详细报道。朱凤莲介绍。 论坛组委会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主办单位代表以及行业精英、社团负责人、公卿、富乡镇、村里、农渔水利、民间信仰等各界嘉宾，以不同方式出席论坛相关活动。 朱凤莲表示，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结合、集中分散结合的方式，安排论坛大会和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四十三场活动，十二场社区式活动。线下出席论坛的台湾嘉宾约两千人。 本届论坛将继续关注并服务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携手台胞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率先同台胞分享发展机遇，助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以不同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相关活动。 对于本届海峡论坛，台湾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嘉林特别点赞海峡论坛的草根性。他表示，论坛让台湾更多基层民众来大陆走走看看，不管感性认识还是理性研讨，海峡论坛都是个非常好的平台与机会。他希望有更多四十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来参加论坛，特别是来厦门走走看看。 他指出，年轻人毕竟是未来台湾的主人翁，让他们对大陆有好的印象非常重要。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创党主席林正杰非常肯定海峡论坛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他举例说，海峡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论坛期间有很多群众性活动、庙会以及娱乐歌舞节目，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交流需求。 他也建议，今年刚好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希望能在海峡论坛期间看到两岸智库集思广益，深度研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议题，加速推动两岸统一。来关注岛内新闻。 新竹市长林志坚预告今天就将辞职参选桃园市长，但他被曝在台湾大学、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双双涉及抄袭，雷同程度甚至高达八九成，饱受争议。作为被蔡英文呵护备至的小英男孩，他一出事马上引来民进党内八方支援，其中硕士论文无用论、论文抄袭只是作弊论等雷言雷语甚嚣尘上，引发舆论哗然。请看详细报道。 面对子弟兵的抄袭风波愈演愈烈，蔡英文坐不住了。他昨日在林志坚的脸书留言，为小英男孩加油打气。蔡英文说：“志坚辛苦了，任何监督都应该基于事实，为了选举任意抹黑，不是成熟民主应该有的乱象。”蔡英文的留言立即引来众多网友跟帖开酸，甚至有人做梗图讽刺没论文的蔡英文安慰假论文的林志坚。 更有评论指出，同样在论文门风暴里同病相怜的两人根本没有任何公信力为对方讲话。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高官张景森帮林志坚洗白的手法最粗暴，他希望治标治本，呼吁直接废除硕士生需要写论文才能毕业的制度。张景森说，台湾不应该再有硕士班一定要写论文这种落伍迂腐的观念了。奇葩的言论一出，岛内民众被雷得外焦里嫩。有网友讽刺。 狗急跳墙才会想出这招，这是说当兵的话，不见得一定要出操摸枪杆。现在的问题是林志坚抄袭，为救一人再降硕士毕业门槛，这样对吗？脸书匿名账号翁达瑞日前指控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论文自我抄袭，涉及学术不伦。柯志恩已经委任律师提告，但面对林志坚论文风波，翁达瑞却说。 学术伦理是用来规范像柯志恩这样的学者，或民众党民代高鸿安这样的准学者。硕士生抄袭算作弊，没到违反学术伦理的地步。就算林志坚真的抄袭，也不必用大炮打小鸟。翁达瑞的这番说法被网友质疑双标神逻辑。不少网友留言质疑：面对柯志恩跟高鸿安，你是一字一句检视；面对林志坚整篇论文，大部分都一样，不算抄袭。 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论文抄袭诚然可比，但更恶劣的是相关的大学和教授事前放水、事后护航的卑劣行为，不仅毫无学术良知，简直把大学当成执政者的附庸和打手。蔡英文当局因完全执政而掌握无尽资源，绿色势力无所不深。 林志坚能串起中华大学和台湾大学的硕士论文抄袭门，完全拜大学校园自甘为政治服务的堕落所致。若林志坚案不能明快处理，大学仍充满渴望政治关爱的心情，台湾学术界还会有净土吗？ 再来,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七号晚发布消息，声称解放军一架歼十六战机七号进入所谓台湾西南空域。台空军宣称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踪监控。请看详细报道。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解放军空军六月几乎每天进入台所谓防空识别区。根据台防务部门在其官方网站实时军事动态栏目公布的资料。 解放军军机最近一次进入台所谓空域是在六月二十九号，截至七月六号，已经连续七天未进入。报道称，解放军军机已连续七天没有动作，非常罕见。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此前曾表示：“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以各种形式进行谋独挑衅，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这是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源，也是严重危及台湾同胞福祉的祸害。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力量、多批次舰机开展常态化巡航、警巡等行动，就是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和谋独行径。最后再来看一条融融关系列新闻快讯。 二零二二魅力新疆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已进行到第六天。这几日的行程中，两岸记者在欣赏新疆美景的同时，也去了当地中学，与学生们一起互动学习、载歌载舞，体验当地民俗。谈到此次新疆行的所见所感，来自台湾地区的记者们表示。 一开始以为新疆就是大草原、大山，但是那天到了乌鲁木齐之后，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两天先后到了乌鲁木齐，还有伊犁州，新疆真的非常漂亮，像这边的山啊、水啊，跟台湾见到的景色有一点，呃，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这边的呃人民也都非常的热情。那到乌鲁木齐。 呃，游玩两天之后，会觉得乌鲁木齐的现代化建设做得特别好，城市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抖音号、快手号、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再见。